江先生，我能不能理解你这句话是，我连让你担心的资格都没有，是吗？ 那你知道秦素的孩子在爹是谁吗？就是我黄家文，我可是扎扎实实的给你戴了顶绿帽子。黄先生，请坐。 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肯把那些东西寄给我，就应该知道我会找你。但是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寄的呢？能寄那些东西的一定是秦素身边的人。秦素没有朋友。 跟我结婚以后，他更是跟之前断了联系，除了你。所以你知道我跟英素其实……你们是同学，还是初恋情人？因为我江村娶老婆，会对她过去一点都不了解了。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，黄先生，你喜欢偷、盗窃。 但是你偷了人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带着孩子，鼓动着我老婆跟我离婚，卷着我的钱走呢？这就有点不厚道了。江先生，看来您知道不少。但这两年什么也没表现出来啊。因为我不在乎。你跟秦素之前怎样都可以，但她当年为了嫁给我而离开了你，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 混蛋王八蛋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姐，你不是都跟黄家文说清楚了吗？他为什么还来缠着你啊？他是个神经病！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一直缠着我呀？哎，我要被他气糊涂了。小芝，我这多亏了你，要是这个让江村看见，我可就完了。 姐，其实江村知道了也没什么呀，反正早晚都要告诉他。小芝，不然我们就今天换回来吧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吗？你不是一直都想做回你自己吗？我不是，我是觉得有点太突然了，而且我东西也没有收拾，没关系，东西我给你收。 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，我不能把你放在江村身边，那太危险了。姐，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躲什么呀？你在害怕什么？孩子是江村的，这是铁的事实呀！你有完没完？现在我做什么轮到你质问我了是吗？霍芝，你要记住，我是秦英素，你是霍芝。 江先生，我能不能理解你这句话是，我连让你担心的资格都没有，是吗？那你知道秦英素的孩子在爹是谁吗？就是我黄家文，我可是扎扎实实的给你戴了顶绿帽子。 这一点我确实小看了你，可那又代表什么呢？你把那东西寄给我，还不是因为秦英素即便给你生了孩子，她还是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所以你想要报复，你想拆穿她。我忍受不了秦英素的那种爱慕虚荣，但是我无法避免我们俩已经结婚的事实，所以我认为把她留在我的身边，把她留在江家。 是对你最大的惩罚，当然，也包括你的孩子。
先生，每一个男人都要为他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，你也一样。算我求你，算我求求你，你的钱我一分也不想要，我求你跟他离婚，把他赶出江家，只要他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退路，他就会回到我身边的。问你一句话，如果你回答我，或许我可以考虑你的诉求。什么事儿？我要知道全部真相。